重点高校毕业，风华正茂，他为何走上邪路？睡觉就是睡不踏实，经常做噩梦。十余年追捕，无数次寻找，他最终罪责难逃。法律审判的一个结果，该我承担的我一定要承担。法庭之上，父母面前，他又有怎样的反思？一张空白支票，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阿姨，阿姨，三三五，三三五，好好的，到那好好的干，把孩子想弄，啥也不心思，想弄好好干活，想弄你回来早再回来见你儿子。保重身体，妈。行了行了，分了。他叫赵亮，出逃14年后，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的临时羁押室里，他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只是他和父母之间隔起了一道厚厚的铁栅栏。我十几年，我不知道他们，我特别我老爸老妈他们怎么过过来的。愁是肯定的，年岁也大了，头发肯定是都差不多全白了吧，就怕是啥呢？抽出病来。我相信肯定是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位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东郊的某中学。2004年的时候，赵亮从东北某重点高校毕业，已有4年时间。精通计算机知识的他，被任命为这所中学信息组的组长，负责学校的网络建设以及电脑器材购买等工作。在同事的眼里，赵亮性格内向，不善交流，但对工作却异常认真，尽职尽责。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同事竟然最终给学校带来了一个多年都无法抹去的阴影。他叫王勇，退休前是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他对赵亮印象深刻，因为在他退休时，赵亮是海拉尔区唯一一个未被追回的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这个当时在自治区部署追逃任务的时候，我们一共有4起案件需要追逃，在我们的努力下，有3起案件成功爆破。由于曹玉亮这个案件没破，使我们总的破案率只能达到了75%。出逃的赵亮是王勇的一个心结，在追捕赵亮的那些年里，他非常希望赵亮能够投案自首，因为他觉得风华正茂的赵亮不该选择一错再错。2004年4月21日，实验高中校长来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报案，并送了报案材料，称信息教研组教师曹玉亮借给单位电脑某耗材之机拿走一张空白支票，在空白支票上填写了298,500，并提走了现金，然后潜逃，学校联系不上这个老师，所以向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进行报案。赵亮之前换过多份工作，在这所中学刚刚稳定下来，校领导对他还算器重，他怎么会毫无征兆的就卷款潜逃了？赵亮的同事和家人对此十分不解。案发后，我们及时的对曹玉亮的办公室、曹玉亮的宿舍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为他的宿舍和他的办公室的办公桌卷柜都清理得非常干净。与此同时，另一组检察官也跟赵亮的家人进行了接触，但他的家人同样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曹玉亮的父母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发案时已经退休。曹玉亮由于对他家庭的不理解，认为他今年现在走的不顺，和他的家庭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他在学校任教期间很少回家，也不和父母交流。随后，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组成专案组，对赵亮的社会交往情况进行了细致排查，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追逃工作。他始终在教育部门工作，而且他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同学，我们主要是查找了他大学的同学和高中要好的四位同学。在涉及到在侦查他同学中间，我们发现他的同学分配的非常广，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我们逐一排查，就在查找曹玉亮有可能通过同学来落脚的地点。王勇检察官也没有想到，数年的调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竟然毫无线索，赵亮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王勇检察官带着遗憾退休了。2017年10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同年年底，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相关职能被整合至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监察委员会。对于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来说，继续追捕潜逃多年的嫌疑人赵亮是他们首先要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的制定的方案呢，肯定就是第一步，先我们对案件先进行了解。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对那个老侦查人员，咱们检察院的老侦查人员进行一个初步的，就是他整个在追逃过程中的就是了解的一些过程。第三呢，对他的学校领导同事，进行对曹玉亮这个个人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工作平时的表现进行了解。因为这个我们对这个案子吧，就是毕竟刚接手有很多事情呢，就是因为啥呢，不如原来办案人了解的这么详细，我们想快速上手，这的话就得借助人前人的这些办案经验。已经退休了的王勇检察官被请了回来，海拉尔区监委的工作人员跟他详细了解了嫌疑人赵亮的各种信息，以及多年来开展追逃工作的经过，希望能够从中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就是通过分析他这个职业特长，还有他这些那个捕钱的这些关系密切人，我们想判断他是不是在外地是不是还继续从事相关工作呀，或者还有一个他就是他这个把钱能用于干什么呀，是否是用于投资了，炒股票了，还是买楼了。一场大范围的清查工作再次展开，海拉尔区监委派出工作人员重新接触了赵亮的家人、同学、好友等社会关系，仔细梳理着每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在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的统一协调指挥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区分局也参与了对嫌疑人赵亮的追捕工作。就是监察体制改革以后，纪委监委的协调作用显得更加凸显，反腐败力量呢更加集中。咱们这次追逃案件的过程中，通过咱们市纪委的统一指挥，对那个对内运转顺畅，对外衔接比较得力。因为这是呢我们海拉尔监委成立以来交给我们海拉尔第一项任务，那么是我们高度重视。首先我们从刑警抽调了精干的这个警力，同时呢我们的合成作战这块积极配合。通过多次联合会商，侦办民警推断嫌疑人赵亮很可能仍在从事跟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工作，同时他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露出任何踪迹，应该是已经更换了新的身份。监委之前做的工作已经非常充分了，该查的该访的也已经访到位了。我们当时认为如果再继续监委的这个前期的侦查工作，也不会取得什么太大的进展。我们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合成作战室啊，进行了集体开会研究之后呢，制定了新的侦查方案。那么是我们开始对这个人口信息，包括这个家里人的这种联系方式啊，就是跟哪一个地区这样的，我就从这各种角度去研判，从情报的角度，从我们合成的角度，
这样再给我经过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的分析这个方向应该在山东，在威海。张磊，男，1978年出生，系山东省威海市某医疗器械公司负责网络维护的职员。海拉尔警方经过一段时期的侦查，高度怀疑此人就是出逃后洗白身份的嫌疑人赵亮。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海拉尔警方对张磊的行踪展开了布控。通过我们这个外围侦查呢，他已经娶妻生子了，而且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们就掌握他具体的下班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是联合当地的这个户籍地派出所，进行了入户调查。之后在家里面把他抓获了。后来这个强大的我们的这个法律政策和我们的这个攻势下呀，他个供认不讳，14年以前贪污潜逃、漂白身份的这个法律事实。潜逃14年后，赵亮被民警押解回了故乡。在呼伦贝尔市看守所回忆起被抓的那一刻，赵亮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姑娘那个上初中嘛，我问她的学习情况，因为快期中考试了，这就有人敲门，我抱着孩子去开的门，我一看警察。当时也挺意外的，我还以为问问是不是有其他那个，也有时候可能调研呢，或者说那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说是海拉尔的啊，我说行，我知道了，我把那孩子那个给我对象，我那孩子，因为你不像以前一样的，就是说他从我手里抱走的时候，他还望着我。赵亮说，他跟妻子和孩子隐瞒了自己的过去，他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当时吧，就是本身虽然说我不是说学法律的哈，这点道理最简单的道理我都清楚，你没经过人家同意的话，咱起码来说你借东西也好，或者那绝对是犯法的，当时就没有考虑这么些嘛。赵亮说，当时他在学校里负责电脑器材的采购工作。2004年4月中旬，学校里正好需要更换一些内存条、鼠标等物品，他就跟学校打报告，列出了一些用款计划。在得到校领导的批复之后，他去学校财务室领取了支票。他因为他当时他采购的东西不知道是具体价值多少，如果是这个钱有个多退少补呢，这样财务入账比较麻烦。在财务呢，也是疏忽大意，把一张空白的支票给曹一亮了。在入职这所中学之前，赵亮曾创业开办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虽然生意并不好，但在入职之后，赵亮并没有注销这家公司。据赵亮说，他的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当时正好接到了一个大项目，但这个项目需要一笔启动资金，钱从哪里来？拿着这张空白支票，赵亮动了歪心眼儿。但是那一阵儿脑子就突然想，就是说如果这笔钱做两个项目是吧，过段时间一还，哎，这假如赚个几万块钱，这个公司就能维持下去，我就有机会去发展起来。赵亮说，他当时完全是在头脑一热的情况下，将学校账户里的298,500元钱转到了自己公司的账户里，随后他在银行提出了这笔钱。赵亮告诉我们，在取出钱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但错误已经铸成，他最后选择了逃避，当天就走了。对，我回家取了几件衣服，我看我父母打了招呼，我就撒个谎，我说去我舅家，完了我怕我妈，我任何人，当时我爸上班去了，家里就我妈跟几个邻居在那打麻将，我没敢跟他说。出逃后的赵亮曾辗转多地，最后在山东威海落下脚来。2006年，赵亮应聘进入了当地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
并利用该公司可以给员工落集体户口的机会，以张磊作为名字，精心伪造了一个一代身份证，骗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成功落户，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据赵亮说，新的身份、新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那份平静。睡觉就是睡不踏实，时常做噩梦，这也是一种煎熬。有时候失眠，不到几点醒了，就根本就睡不着了。这十几年一晃很快。本案由海拉尔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以被告人曹一亮涉嫌贪污罪，于2018年10月30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2018年12月19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对赵亮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赵亮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深刻的忏悔。我也曾多次想过回家自首，但是总抱着怀疑的侥幸心理，我也会与你们的两臂之恩，而且让你们失望了。最后，我要向远在威海的家人说声对不起，对不起儿子，在你生命最需要我呵护的时期，爸爸却不能陪伴你成长。赵亮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对平凡的父母、困难的家境都有抱怨，认为家人没能给他的事业发展提供太多的帮助。但现在他完全理解了作为父母的艰辛和不易。因为现在没有其他的想法，我把这个事情，我该我就是负责的这个法律审判的一个结果，该我承担的我一定要承担。我尽早出去承担我作为儿子、作为父亲或者作为丈夫的一个责任。这样的那个成功追回，向哈尔区人民群众展示了党和国家对职务犯罪的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信心和决心，以及咱们金钱体制改革以来横到边、重到底的全覆盖的实效，以及和公检法司做到了无缝对接，真正体现了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最大的优势。光天化日技术开锁入室盗窃，并没有很大的翻动痕迹，从这个防盗门来看也没有裂撬的痕迹。嫌疑人猖狂作案，现场了无痕迹，全程无任何语言交流，行迹十分可疑。警方瞬间追查，蹲守布控，开锁大盗终落法网。现场无痕，一线正在播出。卢女士住在一个新建成的小区里。2018年7月14日，在女儿家小住了一阵子的卢女士回到自己家中，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存放在柜子里的财物不翼而飞。丢失现金是15000元，金项链一条，价值人民币22000元。到了现场之后，其实情况不是很好，他们家很多家属都已经去了，屋里得有10多个人，现场已经破坏得不像样了。经过仔细的现场勘查，侦查员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的案件。卢某家中并没有很大的翻动痕迹，先从这个防盗门来看，甚至也没有裂撬的痕迹。在案发现场，侦查员没能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根据卢女士的回忆，她在去女儿家小住之前还看到过这些现金和首饰，一周后回到家中发现财物被盗。7月16号的时候，第二个被害人来到我局报案，是王某，说家中也是被盗了，而且是同一个小区同一号楼。王先生说，他和妻子利用周末的时间出去游玩，离开时妻子的钥匙就挂在一进门的地方，回来后却发现钥匙不见了。发现钥匙丢了以后，
刚开始感觉有点不太对，但不过发现家里没有被人翻动的痕迹啊，没有翻动痕迹，感觉不像是金银被人偷窃了。然后，结果我媳妇儿要换金银首饰，结果首饰没有了，因为我俩不会擅自去动这个首饰，就是不会去拿出去或者是丢了呀，所以就感觉应该是被盗了，所以我们就报警了。与卢女士家的情况一样，王先生家的门窗都完好无损，房间内没有明显的翻动过的痕迹，被盗的也是便于携带的贵重财物。综合以上特点，我们初步分析认为，这两起案件在选择地点、盗窃目标、作案手段方面十分相似，因此考虑将两起案件串并侦查。王某是三天前离开的家，7月16日回来的。因为这个王某这个家中被盗这个时间比较少，我们就从这个案件来入手，就是13、14、15、16这四天，这个小区里的监控我们就都给调回来了。在反复回看和对比了被盗单元楼门口的监控视频后，侦查员发现了两名可疑男子。2018年7月13日上午10点，一个身穿黑色短袖上衣的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只见他在单元楼门口或站或蹲，四处张望，像是在观察过往的行人。身高在1米80左右，身材比较魁梧，剃个平头，脸比较圆。大约2分钟后，一个身高1米7左右、中等体态、身穿紫色短袖上衣的男子径直进入单元楼内。随后，那名身穿黑色短袖上衣的男子也走了进去。10点27分，两名男子先后从单元楼内出来，一个往小区东门方向走，另一个则往小区西门方向走。他进去和出来，因为他这个着装什么都没有变，他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兜就有异常，两侧的兜这里面肯定是装了东西。那么我们经仔细观察，这两个人虽然行动同步啊，但是全程无任何语言交流，行迹十分可疑。侦查员从监控视频中截取了这两名可疑男子面部相对清晰的图片，到小区的物业公司对他们的身份进行核实，发现他们并非小区里的住户。根据这个该男子的这些行为呢，我们觉得他有作案的嫌疑。与此同时，侦查员调取了被盗单元楼内的电梯监控，并没有发现这两名可疑男子的身影。侦查员分析，他们有意回避了有监控的电梯，选择了没有监控的安全通道上下楼。那么，这两名男子行踪如此诡异，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会不会就是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呢？警方随即对他们的轨迹展开进一步调查。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是从小区的东门走的，小区东侧是没有监控的，所以说肯定是追不到这名穿黑色衣服男子的踪迹了。小区的西门外有一些商户，侦查员挨个调取了这些商户门前的民用监控，从中找到了一些线索。从案发小区西门出来之后呢，就往浑江大桥，也就是往南步行了一段时间。这名男子在浑江大桥桥南停下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一辆车开过来，然后把他接走。那么这辆车是从哪里来的？侦查员首先调取了浑江大桥周边的路面监控，发现
车辆出现的位置位于一个拆迁区，没有监控探头，所以说对我们办案人员的继续侦查也带来一些麻烦。侦查员对这片拆迁区域进行了实地勘查，发现这里有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可以走到被盗小区的东门。侦查员分析，身穿黑色短袖上衣的嫌疑人应该是从没有监控的小区东门离开后，到拆迁区把存放在这里的嫌疑车辆开走，在事先约定好的浑江大桥桥南与身穿紫色短袖上衣的嫌疑人会合之后，两人一起驾车离开。两个人如果是一起的话，他不会说分开，他走这么老远，然后另一个人再开车过来接他，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嫌疑更加重。由于监控探头离浑江大桥的距离较远，侦查员无法确定这辆车的品牌、型号以及车牌号，更无法确定车里有几个人，只能判断出这是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从浑江大桥离开后往北行驶了。北线是由西向东，往东走呢是往江源的方向，就是江源区，白山市江源区，往那个方向行驶。往西走呢就是往通化那个方向行驶。但是在监控或者是卡口照片里看不到他的行踪，感觉他是在刻意规避这个摄像头和卡口，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侦查员扩大了查询范围，在调取了白山市区一些重要路段的卡口照片后，终于有了收获。通过仅有的几张卡口照片，可以看见车内确实有两个人，但是这个车里的人都挡着那个遮阳板，看不清面部具体是谁。但是通过衣着情况跟在小区里的嫌疑人非常相似。考虑到嫌疑人作案手法娴熟且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侦查员分析他们很可能是惯犯。侦查员立即将整个白山近一年以来的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类的案件进行了串并案。与二人作案手法相似的有九起案件，最早的出现在2018年2月份的时候，是在白山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区。另外一些案件不是在一些老旧的小区做的案，就是在一些新建的小区，监控设施还没有配备完全的这种小区。侦查员将两名嫌疑人和白山市有着盗窃前科的人员一一比对，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在对嫌疑人身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案件的侦破工作首先围绕嫌疑车辆展开。因为我们在调取治安监控啊，就发现这辆车当时能看见车牌号是沪 C， 是一个上海的牌照，然后我们就查到了这辆车的这个车辆的所有人。车主是一个南方人，在近几年都没有到过东北三省的痕迹或者那个活动轨迹，证明这辆车还是原车主的概率比较小。我们猜测这辆车已经被交易了。那么嫌疑车辆现在的车主究竟是谁呢？侦查员考虑再三，决定直接与原车主取得联系。因为他这辆车是这个上海牌照嘛，上海的牌照他那个过不了户，所以说他这个什么信息呀或者什么的都没有及时更新。这车的这个原始的驾驶人是谁，然后他卖给了谁，我们要查下一个人，与下一个人取得了联系。这个车一共是被转了两手。几经辗转，侦查员获取了嫌疑车辆现任车主的身份信息。王某白山市人，经常赌博并欠有大量外债，
通过排查王某的社会关系，一个名叫郝某的男子进入警方视线。与王某关系联系密切，也经常同行。这名男子是无业人员，外边也欠了很多外债，所以他有作案的嫌疑、作案的动机和作案的时间。侦查员调取了王某和郝某的户籍照片，与两名嫌疑人进行比对，发现他们的体貌特征与两名嫌疑人高度相似。侦查员立即兵分两路，蹲守在已经掌握的两名嫌疑人所居住的小区外，等待抓捕时机。就在这时，侦查员得到线索，王某和郝某很可能再次作案。考虑到这两个人反侦查经验比较丰富，在之前的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因此专案组决定实施现场抓捕，人赃并获，为下一步的审讯诉讼做好准备。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将化作成那个小区的住户，或者是还有小区的门卫，或者是一些收废品的工作人员，在小区内蹲伏。2018年7月27日下午3点多，经过3个多小时的蹲守，侦查员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搜出了用于作案的手套、鞋套和技术开锁工具。面对侦查员的讯问，王某和郝某如实供述了他们使用技术开锁的方式入室盗窃的事实。王某交代，他和郝某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原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却因贪图享乐而走上歧途。总觉得钱不够花，然后就才会走入那种赌博场所，今天赢点，明天赢点，就这样把你钓上了，然后一下输了很多，就回不来了，翻不了身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某和郝某掌握了开锁的技术，于是两人开始铤而走险实施盗窃。会有顾忌，会有这种就是说不安全的想法，一次两次以后觉得没有事，所以胆子会越来越大。每次作案前，两人都会多次踩点密谋，确认作案目标后明确分工，一人望风，一人开锁，之后两人迅速进屋实施盗窃，然后反锁好房门逃离现场。经核实，两人在白山共作案11起，涉案价值近15万元。他们第一会选择在白天房主上班和周末房主外出游玩的时间作案，第二他们会穿戴鞋套和手套作案，第三他们往往会盗窃便于携带的现金和贵重物品，第四他们在作案以后一般会对翻动的物品进行原状恢复。考虑到正规的典当行和二手首饰回收店铺都需要登记身份信息，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王某和郝某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来销赃。王某在这个去江源一家首饰加工店将这些金首饰、金银首饰全部融了，融化成那种金戒指，没有图案的，然后再拿回白山，在白山那个贸易城附近的一些流动收金人员出售。2018年7月13日，王某和郝某在失主王先生家做完案后，发现随身携带的开锁工具无法反锁房门，于是顺手拿走了挂在墙上的钥匙，锁好房门后将钥匙丢弃。这起案件虽然延续时间不是很长，案值也不是很大，但是犯罪分子气焰嚣张，手段恶劣，所以它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要针对这类案件进一步研究新的策略和战法，坚决把这类犯罪高发势头
打击遏制下去，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